我是大魔王，今天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我又穿越了，就是战场啊！刺杀主公者，死！刺杀？搞错了吧？替我报仇！主公，喂，你们这变粉啊！武力比不过你，偏智力我可不怕。孙子兵法中有一计，可让对手措手不及。哟，这不是赵云吗？赵云啊！大意了，那就再来试试，傻大个。以弱胜强，蓄力齐心时。嚯，战力爆表啊！你可恶，怎么看不住？只要够灵活，坦克也可以吊打。这招叫冰骨神速，多用用脑子吧，莽夫。只会用阴招的卑鄙小人，这叫兵不厌诈好吗？当年率土之滨，荆州100万重兵来犯，我故意在赤壁大修要犯期如意，实际安排40万轻骑闪攻下口。我这招声东击西，把荆州100万人马打得丢盔卸甲。那个，我想起还有点事，你先走吧。怎么还有援军呀？你的快件请查收，附赠甜品哟。哎，怎么没人？是你救的吗？哦，糟糕，被发现了！喂，别走啊！嗨，哇，好可爱，谢谢你。遗留在现场的箱子重量大概2公斤左右，箱子摇晃时又声响，应该是易碎物品，所以真相只有一个。所以寄件到底要多少钱？20元，去扫码，寄个东西啰里吧嗦的。哇，快送到了！怎么越来越远了？搞什么啊？方向应该没错，再往前走走就到了。造反！